高雄市政府宣布5月11号的下午1点半到2点将实施106年南部地区万安40号演习，届时将进行人车疏散及交通管制，请民众务必配合疏散避难。高雄市警察局指出，万安演习将在11号下午1点半发送紧急警报，下午2点解除警报，期间除了进行人车管制外，也将在捷运三多商圈实施民众紧急避难、灾害抢救及战灾医疗救护等演练，民众务必配合疏散避难。至于高铁及台铁演习过程仍然正常行驶，但连外接驳公车及排班计程车将在演习时段配合交管暂停行驶。